小飞棍。完了，芭比 Q 盘点汪星人的搞笑时刻。你吐，流的是什么？来，让我们嗨起来好吗？你给我的跳跳，要要不叫发挺天杀，要要有人。一位主人说，他家的大黑非常聪明，每当金毛跟他抢玩具，他又抢不过时，大黑就会去找他的孩子。来啊，给大家看一下我家狗的绝活啊，准备好了吗？立正。你今天幸亏是遇到我了，上天有好生之德，去吧。这个小狗前面螺圈腿，后面 X 型腿，我他妈笑死了。
Thank you.